先生，民国37年出生，今年74岁，台南人，师承国宝级书法大师朱九龄，为嫡传大弟子，兼习楷、行、篆、隶、草各体，数十年来精勤奋进，未曾间断，作品获奖无数，并曾举办多场书法创作展，创发玄草体书法，将书法之美的无限性尽力发挥，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作。他除了以书法作为基础之外，并融入国画、西画以及剑道、音乐等元素，把书法作品写成了书法之画、书法之歌、书法之诗。陈老师现身书法艺术的传承，长期在台南大学等处用心指导学生，亦担任文化讲座讲师，指导来自世界各地及亚洲其他地区等地的大学生，将书法弘扬到国际。在我们